故事，也许恰是事实。妈的，大便衣啊，就吃了一个兵，怎么兵线没处理好？没 A 好，不该 A 进单兵的。诱人神马，目中群星。全都是被动。感觉下路又要被抓呀！人心可以流转，并非归功于俗世所说的。哎，那秒克破他仙宫啊！把超车的被动拿一下，秒 Q 破仙宫，打！哎，我操，没破到。这被动吃闷的。河蟹你吃不吃？我觉得我有点垃圾呀、啊。完全不慌，闪先松，想消，没办法，伤害有点低，我和打野打架都不厉害吧，这波打能打成这样好像还行。哎，怎么说，要不要在时光的基础上再加个女神力啊？感觉女神力还是得出，不然得控蓝，你觉得呢？这什么闪现？我觉得一道彩虹便足够齐了。这得子什么闪现？你技能也歪了，一个 Q 歪，一个闪歪。哎，我感觉他能偷我天赋啊。这种时候偷不就是天赋了吗？哎呀，不痛！哎，别来呀，我走了的，踩出来干嘛呀？妈的，这锤子 Q 也能 Q 歪 ，Q 攀升呀！操！他们推中二的时候直接过去，推塔很好开。
但是有个锤石，能包能包。 马上手伸，马上手伸，马上手伸，睡醒自己一起。被动了，有本事你们开大龙，有本事就开啊！看不起我，你们就开大龙。妈的，有没有视野，哥哥？达标炸了，加分了！ 我操！我想立功了，我想立功了，我想立功了！飞龙在天，龙之吐息，拜拜。 小孩子说话。哇，快飞半途了，这 W。 双野大巴！说实话，感觉不该救，然后他们开大龙，然后我一 v 五，好像比刚刚那个爽啊！你们觉得呢？
哎，我不该往这飞的。敢感觉我不该这样子 W， 我往这 W 一技能有点好像不好丢，往这样子 W， 这样子放一不会被这里给激活，感觉这样子放 W 好了。出他大坝的防装不出，出不了一点。天爆结束游戏了。我现在 E 很宽啊。抓你大爸呀！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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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？抓很牛逼是不是你们？小孩子说话。哎，我刚被 Q 了，不然我他妈喷死他们！我操！哇！下把班龙王啊！我玩点牌，我打完换号了，我换区了，先骗一他，先骗一下他们。小黑子说话快点，刚诋毁我的小黑子说话，我都说了队友不吵架随便赢，哎，撞到了好爽啊，感觉得控局势造舞台，把时间玩到这个时间点纯纯无敌，我不死对面敢开龙，我一个一牙扭转乾坤，怎么才33000伤害啊，看一下回放，我操好爽，地爆天星，好，哇你大爸呀，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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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呀，抓很牛逼，哦，我被 Q 了，不是我 Q 怎么喷那边去了，我这不被 Q 啊，好像也只 Q 得到锤死一样的，这一压一炸就结束了，还好没做防撞。